两个美女穿着红色系列的洋装朝镜头前走过来，但怎么有两个模特李慧君？仔细看才发现，站在旁边的是陈汉典，真假本尊，傻傻分不清。你也觉得很像吗？越看越像。对啊，就世界上怎么会有两个人长这么像？所以我可能今天回去也要问一下我爸。好，问一下，为什么这么像呢？陈汉典有着著名的大众脸，常常撞脸其他艺人，像是法拉利姐张婷婷。哦，我就知道我这么红。有眼尖的网友发现，欧阳妮妮最新广告神似陈汉典，拿出两人的照片比比，同样有着大眼睛、高挺的鼻子，相似度90%，让网友直呼也太像了吧！欧阳妮妮干脆改叫欧阳点点，还笑说整个城市都是陈汉典。不止如此，古今中外一堆人长得都像陈汉典，像是艺术家艾德加杜加，还有前国台办发言人杨毅，通通都跟陈汉典长得很相似，让网友笑说心中有陈汉典，人人都是陈汉典。这王晨伟、王梦妮台北采访报道。